大家好，这是多伦多小马哥。今天有幸邀请到 Kingsley 给大家做新的一期加拿大留学移民的分享。这边艺术学校是不是有时候跟国内一样，是因为就排名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的？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艺术申请。老师打回来给了一个刚刚好及格的分数。今年也是我们第一年和法国巴黎卢浮宫合作，寄到法国巴黎，在卢浮宫真正展出。大家好，这是多伦多小马哥。今天有幸邀请到 Kingsley 给大家做新的一期加拿大留学移民的分享。那 Kingsley 的背景跟之前所有的嘉宾都不一样。我们之前采访过有计算机的，有工程的，有土木的，然后有商科的，还有什么数据分析的，但是今天 Kingsley 他的背景是艺术，对，学艺术的。那Kingsley， 你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Okay， 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 Kingsley， 我是一零年来加拿大了，已经来了十几年了嘛。然后呢，我高中其实当时也是读了个艺术特长班，我大学是上的 OK University， 读的是环境设计，然后辅修的是家具设计，然后研究生考的是 Ryerson 的 Documentary Media， 就是拍纪录片的。OK， 对，那你看 Kingsley，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虽然你是2010年都过来，但你本质上其实还是，对吧？在中国长大的。对，中国长大的。那你为什么会想到学艺术？因为一开始嘛，当时刚好就是在温哥华的时候，家附近有个艺术高中，对，然后呢是个艺术特长高中，因为也是综合类高中嘛，也是一个公校，然后呢当时counselor会让你去选艺术课程，对，我们有画画类的，然后也有那个 choir， 就是唱歌，拉乐器的，对吧？我从小学钢琴，钢琴没学会，后来也尝试了学其他乐器，也不行了，然后后来就选就是说，那我就往画画方面去学吧。然后直到一开始就是简单的单纯学画画嘛，到后来年纪高一点，我决定说，那我想往艺术这方面去发展，就跟counselor讲说，把课表改成了这种艺术生的课表。明白。对。那我替这个很多观众问一下，就是说，这边艺术学校是不是有时候跟国内一样，是因为就排名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那这边的这个艺术学校，像这种艺术特长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在高中吗？对，在高中。其实像我们当时那个公校。今年啊，好像还是大温前三的，基本上是今年好像第二，要么第二，要么第一吧。整个大温最好的一个功效。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老外其实对，尤其是白人嘛，因为我们那个区白人其实蛮多的。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学校最开始是不接受留学生的，就只是移民和本地的老外。然后怎么说？大家对艺术就是很看重，尤其是唱歌的也有，然后。老外比较看重其实就是乐器还有艺术设计方面，还有一些是看重体育。明白。对，那不都是说老外快乐教育吗？怎么老外也这搞那么多这种课外活动，这个兴趣爱好的东西呢？怎么说呢，我当时在温哥华，包括我现在多伦多，我就是一直住在一个白人为主的社区嘛。然后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平均收入比较高的社区。他们其实就真的特别卷，不仅是白人卷，包括像社区里的什么亚裔啊，还有欧洲那边的人都是特别的卷。他们的小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公校3:00放学，对，大家就回家快乐去了。但是很多顶私他们其实3:00放学之后，他们还会有2到3个小时的一个课外活动的一个强化。学艺术的学生呢，他们就会比如说画画啊，或者是做一些 installation arts， 就是手工，对，和一些作品。然后呢学体育的那就放学之后练体育，包括早上他们6:00要到学校开始练体育，我练到8:00，然后再开始正常上课，然后放学之后再练。其实卷吗？很卷。只是我觉得可能卷的不是数理化而已，但是在各个特长方面，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不比国内
强度低。对，可能咱国内一般都是卷在学奥数呀，对，对吧？然后雅思对这种东西。然后老外，我当时听一些老外就说，我什么送我小孩去学击剑，对，学什么冰球，哎，冰球，就这种运动感觉。反正我在国内我也没接触过击剑，但是在这边人家从小就击剑、高尔夫，哦、对，高尔夫对，全职妈妈带着孩子天天去，哎，马术，对，马术也很多，对，就这些东西我听完以后，我当时也是说，哦，原来国外其实它并不是都是素质教育，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国外卷也是卷在。能承受这种就能交得起这样培训费的这个家庭，对，其实像怎么说呢，对，像一些像冰球，还有击剑和马术都是开销特别高的一项运动。其实怎么说呢，白人的精英教育还有犹太人的精英教育，他们集中在也是他们的上流社会，然后而不是普通平民百姓他们能接触得到的，对，包括像现在很多私校的学费。3.8-4万多，而且是走读，针对于本地人哦，对，针对于本地人的走读学费，而且3.8-4万8每年，还要再加校服费8000，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 donation， 哎 ，donation 也是一部分，对，然后比如今天老师带我们去 camping 了，我们 camping 费就是1000-2000，基本上一年你要给这个顶私的费用，我觉得不会少于6万加币，但是针对于加拿大的平均工资来说，多伦多好像年收入超过10万的只有1%还2%的人，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开销吧，对对，所以说其实像老外他们阶级更固化，他们也就知道富人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层，他们把所有的费用都往上面去顶，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和穷人的孩子他们就拉开了距离，对对，为什么穷人的孩子不快乐教育，放学3年之后他就去快乐了，富人的孩子就正在卷，那以后工作的时候这个阶级就出来了，那穷人的孩子他就是只能就是说如果为了高薪他去当蓝领，那富人的孩子他就是蓝领上面的资本方了，就是他们从小其实就已经而从事默默的就把阶层给固定出来了，对，其实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说一定要把穷人和富人给分开，只是也不是说蓝领的工作不好，因为蓝领的工作实际上按小时来说是比白领要高很多的，高很多的，对，你像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家里去修那个水管，那个一来就400多块钱是吧，对，而且在路上他也要算我的钱，来回路上算150，然后修一下就是反正至少怎么样他来你家了，修没修好了之后至少400-500起步，对，还得再有时候加个小费，所以说不是说蓝领的工作不好，只是说他确实这个阶级固化是因为这个形成的，对，然后你像我还有个朋友他带着孩子就天天去打高尔夫，那你打高球具，对，包括像练习场跟下场的费用又是不一样，而且还关键是时间，因为他的妈妈要不能工作，要全职陪着他世界各地的要去打比赛，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费用嘛， 对，所以说就是可能这个怎么说，快乐教育这个东西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快乐了对对对，是 OK， 那 Kinsey 你能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要选择 OCAD 这个学校吗？就你当时大学申请的时候都申了哪些学校呢？一开始我当时大学申请的时候，我就是还是比较停留在加拿大本地的学校嘛，我当时一开始也是就是我小学读了一年，然后就开始读初中了，就是读8到12年级嘛，待了5年，然后也是自身原因吧，对美国没有那么的向往，在小的时候，然后呢也就是说当时就想说那我就留在加拿大吧，我当时就报了，因为我在西部长大嘛，我想来东部看看，我就报了 OCAD， 报了多大，然后就是这，然后还有 Ryerson 的几个学校，对，就是一些在当年还是比较就是普通或者是多大当年比较好嘛，对，后来 offer 也下来了，多大也拿到了 offer， 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想学建筑的，对，多大的建筑系在本地人眼里其实口评都比较差，因为多大他给的是一个叫 Architectural Visual Studies， BA 的学位，对 ，Bachelor of Arts 就相当于文科的学位，对，他就是说翻译成中文的话，我们叫它建筑设计艺术赏析，我是去学赏析了，点在于赏析，等于是我就是大学4年偏文科，其实毕业之后他就给了你一个文科的学位嘛，对，虽然说多大研究生建筑就很好，但是他其实。他的多大研究生很多学生并不来自于他自己的本科，他本科这个环节比较薄弱，师资力量没有放在本科上，对，然后呢后来也是有，因为当时我高中画室的一个老师，他也是 OK 毕业的，然后呢就大家就觉得这个学校就相当于是艺术设计生的一个梦想的地方吧，有点相当于中央美院，对吧，我学艺术我都想去考央美，对，不会去考虑就是说一些1本或者2本大学，虽然他们现在也会有设计专业在里面，但是当初
的我还是想当一个艺术生，对，就是在一个艺术高中，像我们高中是 day one day two 嘛，嗯，我们一年就是八门课，嗯，然后我们当时就选在 day one 呢，就是全是艺术课程，一天四节艺术课，早上8:30上到下午3点下课，嗯，然后 day two 呢就是正常的数理化。对，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影响嘛，我就是最后选择了一个艺术学校。明白。对，而且我当时想说，我既然想学艺术设计，我在 OCAD 我能学到更多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像家具设计，包括一些像摄影啊这些选修课的选择余地很大，嗯，而且它也可以让你学双学位，也是当时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吧。明白。就是我想说跨专业去学双学位嘛。明白。 对， 对，这里其实真的，那你做这个决策的这个 decision tree 或者是一些因素考量真的跟国际生不一样。不一样。 对， 对，国际生可能就是主要就是说世界排名前100的我不去，就100以后的我不去。对对，然后最后哎一看多大有建筑专业我就过去了，但实际上土校区的。对，嗯，但在本地人眼里这个只属于赏析。对对，我有知道你像Ryerson 大学，然后还有什么卡尔顿，对，包括滑铁卢都有这个艺术建筑专业，但人家那个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建筑。哎，对，他们给的其实是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Science， 或者是就是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对，他就是他的大一课程其实很 intense， 就是他真的学的都是很实用的知识，嗯，然后呢，他也数理化都在，嗯，包括结构学都在里面学的，嗯，对，其实就不是像 OCAD 的那么艺术了，所以说 OCAD 他给的学位是环境设计嘛，对，当你正儿八经去学校建筑设计的时候，他整个大一的强度会非常大，嗯，你没有任何选课的余地，基本上定死了4年，明白，就是这些课，那。但我们这个说的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像大家毕业了以后想在本地发展，然后为自己的职业这个规划考虑的远一些，准备留在本地，那当然这个 architectural science 或者 architecture 这种专业是好的，比多大要好。但如果大家以后是要回国，那还是建议多大吧。因为之前我也听过，我们在国内有朋友回去了，嗯，待了很久，朋友在上海做 HR， 对，他们说他们的系统里面对加拿大的认知只停留在多大，嗯，UBC 都不知道，就是 UBC 那不是他们的 preferred school， 也不是他们的 target school，嗯，他们的 target 就 target 多大，对，然后还有时候会注明是多大的 main campus， 主校的 campus， 对，密西的和 Scarborough 的他们我不认，我就要你们主校区的，对，但是他们针对于里面专业的含金量，他们有时候说数据其实还是有些不准确，有些滞后性。对对对，是，所以说这一块也是说大家要在做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要看这个学校的排名啊，这那的，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考虑以后自己的职业发展，嗯，对，你才能倒推回来去选择这个学校。 OK， 那 Kinsey 你跟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身边都谁去读的艺术，或者是读艺术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其实我当年我大学读的比较早嘛，15年就是进了大一，嗯，那年呢我们大学其实还不太招国际生，嗯，基本上华人的比例比较少，留学生的话就更少了。对，但是当我读到大四的时候，我明显发现大一大二的国际留学生那是来自中国的，嗯，一下变得真的好多，之前在学校对面的 food court 里面基本上就看不到很多学生在那吃饭嘛，嗯，现在就是进去就能听到，哎，大家在讲中文，就在聊那个什么什么，嗯，啊，那边抖音在刷着，就是这样子。对，就明显就是更多的中国人，就是留学生，他们也开始往艺术方面去发展学习了。对，也可能因为这几年对艺术毕业生的需求量比较高吧，比如说像抖音的爆红，嗯，要很多新媒体的人员，还有包括很多学平面设计的，嗯，因为它的所有的界面啊一直在更新嘛，对，在优化嘛，然后还有很多需要很多产品经理，然后呢包括像抖音的爆火之后就是带动了短视频嘛，嗯，短视频的话就会很多人就是去学新媒体，去学媒体行业，嗯，然后去学摄影。对，学摄影的话就是学电影制作吧，嗯，学出来是吧，高了讲呢我就是大导演，嗯，低了讲呢我就是新媒体的团队。对对，就是都是需要专业知识来去加持的。对，因为就是不是说全民皆抖音，我所有人都能去拍，其实拍的效果能变现的，拍出来名声的，嗯，都是专业的团队，是不是说我就是小白，我在家我拿手机学习我就能学得会的。对，其实都是经过本科和研究生打磨出来的团队。可能过去真的是最开始有这个流量红利的时候，你是个人在家拍拍都可以，但现在
对这个专业基本功的这个要求越来越严了。对 ，OK， 那 Kinsey， 我问你啊，你是学本科这个major 是环境设计，对，然后辅修了 furniture 家居设计，然后还学了很多 filming 的课，是对，那这个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其实就是在做一个作品集辅导嘛，对，然后呢很多人会喜欢把作品集跟画室定义到一起去、也就是说你现在你出来创业了？对，我自己出来创业了。你没有说是毕了业以后去到公司里面？在大学时间有实习过吧，但是感觉可能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嘛，因为艺术毕业生就是大家追求方方面嘛，就是也是经过了就是不同也是去尝试过几个实习，干过不同的行业，最后决定说我可能还是想说做一个作品集机构吧，就是去往这方面去继续发展下去。对对，就你刚刚说这几个原因其实并没有这个说服我，就是说 对你尝试很多东西，然后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考虑到这个我孩子学完这个艺术以后能做什么，而对于你来说，对，你刚刚说了什么建筑呀，对呀，建筑呀，然后我们又学了这那的，但你最后去选择创业了，那就是有哪一个契机让你决定就是我要出来自己创业呢？其实有一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从小生活在白人社区嘛，接触过很多白人，就是我觉得有些留学生和新移民家庭，他们因为父母不在本地工作，他们没有本地的一些人脉和资源，导致了让我们中国出来的孩子就是跟老外比有劣势，等于是起跑线不一样了，我们落在别人后面了。对，我们财力不如人家吗？不是。学历不如人家吗？都不是。很多中国家庭其实他的条件比老外都要好，对，他其实就是缺在了没有本地的经验，没有方向错了。 对然后所以说就我觉得就是说后来想嘛，就是也是高中的时候对去找过画室学画画，对，就是课外也是要补习嘛，大家也都在卷嘛，然后呢就一开始学画画，我跟老师说我想学我想考艺术大学，我做作品集，老师说行啊，没事，那你就把这些画临摹的好，就是一直临摹到最好我们就交上去，就画鸡蛋，对，画鸡蛋，包括画一些中国一些比如说早年间一些大师或者当代一些有名画家的作品，就是临摹他的作品，对，然后呢只要画得够好，学校就一定会要你。对，但其实后来也是因为在艺术高中有学生介绍说去其他画室看看吧，然后我就去遇到了一个老师嘛，他是 OK 的毕业的，他也是 OK 招生官，是一个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华人，就是爸爸妈妈是中国人嘛，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们，就是说作品集其实画得好吗其实不太重要，就是说你来了加拿大了，你又不是在中国考美院，对吧，就是我当时美院的那个老师教我学画画的，他的画工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就是中央美院，它的画工真的很扎实。但是我后来换到了另外一个画室，当然费用也贵了不少嘛。那个老师他就是很本地，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本地的资源，比如说他会带着我们去做 installation arts， 我们会在 downtown， 比如说今天有个什么艺术节了，然后我们四五个人一起为某一个慈善组织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作品，然后我们来募捐，对，然后我们来展示给这个社区，我们想通过我们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来为某一个社区宣传，对，这样子，然后呢包括那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相当于就是个小施工团队了，对，我们就叮叮咚咚然后拿电钻钻，就是做那种一个大的一个这种木头架子作品出来，包括像后来还有就是老师也会带我们比如说去参加过拍摄，就是说我们就是拍广告啊甚至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第二个作品集老师他明显的不太在意我们的画工了，他更多是在于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拓展，我们的想法到底能有多么的飞跃，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而并不是在于说我画的好不好，我画的怎么样，对，因为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你来加拿大了，这里跟中国不一样，你的发展方向也当然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要求你画的多好，老师想大学老师想看你的想法，你画得不好，老师觉得我大学四年我可以教你，你大学四年可以自己去磨练出来，但是你没有想法，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教你了。对，对，我感觉这一点也是，虽然我不是学艺术，我是一个这个理工男，对 ，plus 直男，就是，但是我出来这些年，我对艺术就是这个大的领域的一个感官，就是说它并不局限于你画一个东西，就你画的有多好，因为我是毕加索类型了，就是我抽象派，很抽象，但是
我的想象力还不错，就我画完一个东西，我至少能告诉别人我这东西的意义在于哪儿。然后包括说你像我们平时在做在设计产品，然后或者再去做这个我拍短视频对吧、拍这种视频，对，其实都是在说把艺术当做一个工具，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是有艺术的元素和我的这个创造力在里面的。对，并不是说我的这个就是画的有多好怎么样的。对对，现在其实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嘛，有一次交了一个作品，大一的时候还懵懵懂懂，当时我也就是去临摹了一幅作品吧，相当于也不是临摹，是画了一个静物。对，我花了很多时间，也找了一些老师的帮助，就是画的真的很像。后来呢，被大学老师打回来，给了一个刚刚好及格的分数，51分。对对。然后老师留了一句评语，感谢参与。对，意思就是你画这样的作品，我为什么不拿相机拍一张照片？就是这样一句话。和一个51分的成绩，可能那时候是不是感觉这个价值观都崩塌了？就是画得好也有错，是就是画得好，老师他并不，他不懂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画这么好。他告诉我你一点想法都没有，你画这个，所以呢，我拍张照片不比你画的还要像。对对，对吧？所以老师就是说，包括现在对吧？我拍的照片我还能去打印，我能打印油画。打印出来油画还有质感，AI 一处理，对吧？我能把照片处理成油画质感，对，一下就出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画呢？就没有必要了。是，但是 AI 不能做到，就是你的一个想法，你的一个创新，你大胆的去尝试某一件事情。对，是我原来这一个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在一个这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他就拿那个这个燃料在那泼呀什么东西的，然后弄得身上就很脏，然后整个房间也很脏，然后最后看他的一个作品是关于这个，反正是那种鸽子笼的一个。哪一个我忘了哪个城市的一个鸽子笼的一个影像，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好抽象啊，这个你能不能告诉我是你想表达了什么？然后他滔滔不绝给我讲了10分钟，从他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然后再到他画这个东西是为什么，有什么契机，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他说这个就是我学艺术的一个目的，我学艺术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楼画得有多像，而是说我需要通过一种艺术的这个表现方式把我的想法表现出来。对，是这样。对 ，OK， 那其实当时也就是说你的契机就在于说你突然发现，哎，画得好，那再是不够的。对，其实是意义不大的。对，画工只是展现你想法的一个工具。对，画得好，你的想法可能会更容易被展现出来。是，但是如果你画得不好，你有很多办法去用，就是隐藏你的短板，展示你的长处。明白。对，对。那 Kinsey， 你能给大家就是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艺术申请吗？对，因为我是平时视频里面什么医学院呐、法学院的我都讲过，对，但艺术这个，对，你能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艺术有什么分类，然后它跟国内有什么区别，然后对这种东西。其实像现在大家经常会看到，因为作品集机构很多嘛，大家会看到12年级零基础3个月速成，包进大学，其实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它并不是所有专业都能3个月速成，比如说像化工它是需要基础的，虽然说这边大学它没有那么注重，但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像某一些动漫啊还有插画专业，那你基本上如果你从小没有练习，你3个月其实真的速成不出来的，除非你是天才少年班。对对，基本那种专业其实基本上除了纯油画专业还有插画动漫这几个专业对画画功底要求比较高之外，剩下的专业其实都是可以，只要学生有想法，他愿意去就是突破自己那种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牢笼吧，只要能突破出去，对，他其实都是能拿到一个很好不错的 offer 的。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新的专业，像新媒体，像记者类这种专业，media 和 media studies， 它需要作品集，但是它需要你会画画吗？不需要。对，作品集其实不需要。有的时候大家会对作品集机构跟画室有一个误解，觉得他们作品集机构就是画室，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做的作品集吧，有蛮多学生找我们学 film production 的，就是我们去到他们去拍电影，对。然后呢，包括还有学生就是说学媒体的，那我们就是说那怎么采访，去采访稿，拍纪录片，对，然后呢去采访一些当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去挖掘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故事，对。然后这个其实他的作品集里面就有蛮多你的一个像日记一样，还会有图片，还会有一些短视频，一些采访来
呈现出来你整个这个采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通篇大论下来，通过几种不同的展示方式，你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行业的作品集想看到的一个内容。还有像现在其他比如说像学服装设计的，大家就要看衣服嘛，然后就是要看你就是 runway 能不能做出来，然后最近几年就是这个专业比较火。还有像建筑，建筑专业是一个很传统的专业了，已经世世代代多少年了。建筑行业呢，就是说画画要画，但是更多的是画机械工程图，叫 drafting drawings， 就是建筑立面图。需要画鸡蛋吗？画苹果吗？不需要。但是我需要了解我的透视，我的角度怎么画，我这个外立面它的是一个多少角度的外立面，它的表面的材质是砖头的还是木头的，我需要通过线条把它表示出来。但是我不用，就是哎，刚好有支笔啊，我是这样子，就是我是来这样子去画那种建筑图，而我不是像国内这样子在那画鸡蛋啊。它整个其实从头开始的模式就是不一样的，它的初心或者它的目的就不一样。对对，可能一提到艺术，大家都会感觉就是画画。对，其实。但你像现在，你刚刚有提到有建筑学，对，然后还有这个平面设计啊，然后还有这个电影啊、新媒体啊，这一些其实很 industrial 的，就是说可以跟工业，这个或者跟什么商业变现结合很紧密的，也统称也都在艺术系的这个大的里面。是的是的，对，包括像现在不仅是纯艺的学校，很多综合类大学 UBC 的 Media Studies 很有名，好像每年就招70个学生。然后呢还有像 UBC 的 Film Production， 还有他的研究生，他研究生有一条要求是我们的研究生只招 Film Production 本科的，就只招我自己这个本科的，也不是自己吧 ，prefer 自己本科，但是你其他本科也必须是同专业的。嗯，如果比如说我本科我学的是建筑，我想去学他的研究生，不可以，不行，因为他本科要求就很高。嗯，他本科在申请的时候我给学生做过嘛，他还明确的注明了，大三大四你要预留10000加币的一个叫 production cost， 就是一个小组6-7个人，等于是他们大四毕业作品一部微电影大概10-20分钟，学校给到让你们整个小组至少准备出来大概一个6-7万加币的一个预算，哇，来拍这一条毕业作品，它其实就已经是希望你能就是达到电影级了，电影的级别。然后包括像每年的多伦多电影节，很多都是很多作品其实都是 Ryerson 研究生拍的，和一些 UBC 那边研究生的一些作品对对参展，它有分微电影参展和电影参展嘛。对，包括这边有一个叫什么卢浮宫，哦，有个卢浮宫那个青少年艺术展，嗯，对，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机构最近拿下来的一个，就是今年也是我们第一年和法国巴黎卢浮宫合作嘛，成为了这个 UV 卢浮宫国际艺术展的一个策展单位，我们也是加拿大唯一的作品集征集处嘛，就是说学生准备的一些作品呢，在 A3 纸的大小之内，然后呢，我们会真正的收集起来之后，把他们寄到法国巴黎，在卢浮宫真正展出，然后呢，是相当于是一个艺术展，也是一个艺术竞赛。对，然后呢同时当这个作品展出之后呢，它会有国际艺术大师的推荐信啊，还有参加感谢信，还有一些参展证书。对，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当对，就是之前真的不敢想象说我们的作品真的能在卢浮宫去展出，是得画到什么样的代去那边展出、啊、我感觉我的作品能被小区里面一个 对吧一个这个 community center 展出都很开心了。是，这真是一个就是最近几年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青少年的活动吧，尤其是当你大学真的想往美国这些顶校去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特别重要，很加分项。对，是像哎，突然想到，就是今年、去年，我弟现在已经大一了嘛，他在斯坦福读的其实是媒体，是一个需要作品集的专业，对，就是藤校的专业。然后呢，他当时真的是他9年级开始又跳舞又辩论，他在学摄影、艺术设计，他的课程真的很卷。但是你说他卷数理化吗？其实不是很卷，他卷在哪里？我参加辩论比赛，全国飞，甚至美国。跳舞比赛也在美国去参加整个跳舞节，当时一跳舞直接学校要请半个月假，爸妈带着就去美国酒店一住住半个月，对吧？然后差旅费都是自理的哦，对，因为只有你拿了名次你才会有一些奖金，但这些奖金也不一定会够 cover 你整一个行程。然后呢还有包括后来学的一些关于媒体采访这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只有而他每年都在参加所有的比赛，才最后让他能去达到一个这个藤校的一个门槛。对，你知道你这让我想起谁了吗？让我想起谷爱凌了，
也是说妈妈带着他一直去、去参加各种比赛。对，他也不是说把时间都花到学习上，他要一直不断的训练也比赛。其实真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期待很高，然后包括说想让，就是这还是说你要注重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就我相信，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对吧？这个家长的这个教育，他就算最后没有去斯坦福，他去到其他的学校了，哥伦比亚或者怎么样的，他都不会差到哪去。是因为他整个就是经过高中的这么多年的一些磨练吧，他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习惯，对，一套更自律、更向上的一套，就是他是个正能量的一个螺旋式的提升，对 ，OK。然后这里就是说。正好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建筑这一块儿，对，建筑学，因为我正好有几个学生当时这个读过建筑学，其实我感觉这边的建筑学更像是建筑工程，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提到过，工程学院的学生很不容易，他很好就业这个专业，但是建立在学生能读出来这四年或者五年加上考 OP 都是英雄，因为什么？因为他。工程学的学生一个 term 一个学期要学六门课，但是普通专业的学生是五门就够了，对，而且你还能说我选四门或者三门，对吧？对，还有选修课。对，工程学的学生没得选，你如果第一年不选六门，你第二年进不到工程学院，所以说。你想想，你四年在这种高压的一个情况下，你毕业了以后你能不优秀吗？对吧？而这加拿大这边的这个建筑专业，比如说像 Ryerson 就改名叫多伦多都会大学，这个他那个叫architectural science， 对，也是巨难，因为他大一的时候也是六门课，然后而且他每一门课，我那个学生就每天不停的收到 teamwork group meeting 那种邮件就不停，然后他而且没有中国人，就基本上没有中国人，都是老外，然后黑人什么的。就很多，所以他当时上完第一年，他就说：“我天哪，太难了，太难了。”对，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有些专业他吃翔，那是因为你在去读这些专业的时候，真的是要带着脑子，然后并且带着这个毅力去读的。那四年以后，他就好找工作，这个是个过程。但是很多国内的家长，他都把这个都，他只在意结果，就是说你告诉我什么专业好就业，对。那就是而把这个过程给忘了。对，其实像学建筑的话，我读完本科，我去考个研究生，然后呢，我工作一年，我把建筑师的12门课考下来，那其实我的时薪哦，立马会跳到200到300小时200刀到300刀一个小时，那已经比坐办公室什么做什么，就相当于是医生律师了。对啊，一些稍微便宜的律师也就是300块一个小时，对，高就是那种打那种很大的商业案件的才能上百万，对，但是大的建筑师。那他也是上百万啊，一个项目下来。是，对，其实像建筑师，他真的是一个在老外眼里也是特别吃香的行业。而且是具有这种社会地位和就业门槛的。对对，就这边就比较也其实跟国内有一些类似，就是证，你有没有证？对，对吧？证我就是很厉害。哎，对，你像很多这个大家一般常去学的专业，像 CS 呀，或者是这个。读什么金融分析啊？对，他没证，对，所以他大家都可以转专业什么的。但你建筑学这个，你转都转不了。对，基本上很难转。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像真的读不下去了，读建筑的，他就会转到室内设计去。因为那是转到别的专业去了。对，因为其实建筑，就是你读建筑出来，你一定会做室内设计，因为室内设计其实不需要证。对，但是你学室内设计的，你想去做建筑的东西，那你就要在网上继续学习，继续去考证了。不是说你能直接做的了。明白。对，你可以向下兼容，但你不能向上嘛。是，所以说这种专业才具有，更对好就业、更高的含金量和这个，才比较扎实。对 对, 对，那 Kinsey 你。就是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说实话啊，因为艺术专业我感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比较并不是说像 CS 或者说像什么金融或者数学一样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因为读这个专业可能大部分人还会想着我怎么去就业，对，对吧？那你听过最离谱的一个，或者是你最感觉就不可思议的一个 case， 就是什么样的人他最后会选择学了艺术？我之前遇到过有两个极端案例吧，一个是一个妈妈呢带着一个
女儿来这边读书，然后从小就过来了，家里条件也是非常的好。嗯，然后呢，当时呢，他爸爸妈妈过来就跟我说，让他女儿就是想往美国去考。嗯，然后呢，学什么专业就不太重要，但是就是要往艺术方面去学。嗯，他不希望他们女儿去学商。去学怎么样，因为他爸爸妈妈是经商的嘛，就是可能是他们一些个人主观的想法、嗯嗯、他们觉得商其实学下来没有什么意义。嗯，对，因为他们说学商作为资本方，它其实是一个还是一个就是社会地位的东西，它其实他们觉得里面没有太多的含金量。嗯，我学商我学 marketing 没有用，很多学设计，后来他女儿去学了 communication design。 嗯，他其实是在美国那边才有专业，他相当于综合了交互设计然后产品设计和平面设计、嗯、说白了他出来就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像谷歌啊苹果啊这种工业设计产品就是这种很精致的一个典范、嗯、他就可以去这方面任职了。嗯，他妈就说他学这个专业他毕业之后他肯定就是说能直接帮家里的企业去创造更新的产品、啊、去带上新的一个格局吧。嗯，当你所有的底层都已经稳固了，你有稳定的工厂，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有流水线，他不需要去学个商科，对，对他不需要去亲自操心这些事情了。对，他需要的事情就是说，他需要就是提升格局，嗯，就是上升，就是提高眼界。嗯，他只需要去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所以说，我希望我的下一代产品长什么样，他要给灵魂，给产品注入灵魂。是，就是已经到了企业要有企业文化，要有企业灵魂所在了。嗯，而不是说去实打实的去扎实的去干。对对，其实他也说了，就是说真的不用考虑哪个专业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无所谓、嗯、家里也不缺那一点。嗯，问题就是说要让他学会，包括像他妈妈之前说一句比较刺骨，就是比较刺骨扎心，就是比较扎心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学完艺术之后他知道他的钱要怎么花。嗯，他需要他知道他怎么样去提升自己，去包装自己，去享受生活、嗯，而不是就是我的钱要怎么花，我怎么去搭配我的房子、嗯、怎么去装饰一个通过软装一进到房间里面别人看哇你家真的好不一样，一看就那种很贵的、嗯、就是这种就是你的感觉就像电影里走出来的那种豪宅一样。对，就是说你需要去学会如何生活。对，而不是说我学什么专业好找工作、嗯、不是，我希望我的女儿。其实这里啊就是说我们拍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炫富呀什么的，没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在外边看的多了，想把一些别人的想法也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么多年下来见过太多不同的家庭、哎、不同的学生，对，有这样极端的例子。其实他妈妈这个想法我感觉特别的，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是很正确的。为什么？你像苹果这个旗舰店啊，就是直营店、嗯、是，大家一进去以后你发现它实际上它的桌椅板凳它的灯光它的每一块玻璃都是专门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你进去以后更容易消费。对对，实际上它是把设计把艺术最后还是跟商业结合到一起了。是，对，通过艺术方面通过设计去引导一个商业模式嘛。嗯，其实苹果其实它所有的产品都很好看。嗯，但是对美只能说它是美，但是它其实性价比也不一定很高。哎、嗯、对，但是我愿意花钱买。是，就是给大家了一种生态、嗯、一种语言吧，对，他们自己专有的，然后这种整个生态圈已经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了、嗯、就是在北美这块。对，是，对，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说并传统的艺术可能大家会感觉是一个千金小姐、嗯、然后学画画啥都不干，对吧，在家就画画就行了，父母养着、嗯、但其实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画画临摹，它更多的就是说你是否能通过你这几年学艺术把这个艺术最后还是结合到商业里面去。哎，是，如何通过艺术的包装让这个商业的项目受到更多人的喜欢。对，现在就是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温哥华那边的 MDM 四校联办的，嗯，他当时研究生最吸引人的一个 program 是他会真正的去接大公司的项目，嗯，用他们所学的艺术知识设计来让这个大公司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一个产品，嗯，他这么运作 OK 他能这么做，那我作为设计师团队我怎么让这个产品变得更好看，嗯，他怎么样更好卖，他的 packaging 要怎么设计，然后运输的时候不容易运损，嗯，节省成本，同时它也客户的体验感也特别好，嗯，像苹果的包装它就是越来越小，它就是拉开撕开一层一层，就是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它就一点点大、嗯、
对对，其实说到底最后大家都是颜控嘛，还是颜控加上的一种商业嘛，商业去节损节约成本提高利润嘛。对，所以说整个这个艺术如果是跟商业结合到一起的话，它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有很多，有上百种不可能。对，有上百种不确定性，还有就是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嘛。嗯，那 Kinsey 你最后就是说，如果让你给建议的话，就是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观众？就不论他我们的观众是本地人呢，还是说在国内的朋友啊，就是你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生的无限，人生有无限种可能。学艺术的其实并不是穷画家，现在他学习就是设计嘛，画画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其实说，当你孩子对这方面有兴趣、有天赋的时候，就希望你不要去磨灭他的无限种可能性。是，因为毕竟我们刚才也举了很多，就是艺术和工业结合的例子，它也是可变现性很高，对，也是特别高的。对，所以当孩子如果说真的是喜欢画画，或者是喜欢一些什么艺术创作，就不要说上去就说啊，这是个不现实的事情啊，你以后能不能养活自己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像当代的艺术，它已经不是像早年间高高在上的画家了，也不是说很早几百年前给皇室作为那种娱乐的一个创造者，现在其实更多的艺术是让通过艺术的设计让某些产品变现更快，有更多种变现的渠道。其实像现在学艺术专业，你大学都会学到一门课叫 marketing， 如何把你的艺术卖上架，如何去 charge 你自己。它其实所有的学校都已经开始，就是说我已经不再教大家成为穷画家了，不教大家成为毕加索了，对，希望大家成为就是杰出的产品经理，就是艺术设计师，而不是说做一个真正的画家。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期视频也不是说单纯的在跟大家说什么艺术多么的高尚多么的伟大，我们落到根本还是说，其实艺术这个专业大家如果真的是琢磨透了，方向对了，以后也是能挣大钱的，对吧？也是能养活自己的。对，那大家如果是对艺术申请相关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然后到时候 Kinsley 会跟大家这个解答。关注小马哥，移民留学不翻车。